Hello， 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ici 老师。那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些关于外貌的词语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生词：脸。我刚起床，还没洗脸。嘴。这只狗真可爱，眼睛大大的，嘴小小的。口。他把牛肉切成小块，放入口中。鼻子。他的鼻子高高的，眼睛大大的。耳朵。这只小狗两只耳朵大大的，真可爱。头发。我的头发长了，该剪发了。腿。孩子喜欢坐在爸爸的腿上看电视。脚。我的左脚很疼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来练习一下咯。脸，鼻子，口，嘴巴，头发，耳朵。腿，脚。如果你想学中文，记得关注我哦。